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始。在我们的歌二开播三期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八位新生代歌手当中，部分是出自于专业的音乐院校，有着多年的舞台经验，但是少部分相对来说呢，并不是以唱歌为主业的，这些都导致了新生代歌手的水平参差不齐。八位新生代歌手在一起呢，就会有一个差距。01，八位新生代唱将风格多变，各有千秋。在这八位新生代歌手当中，冯提莫完全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单纯因为粉丝的热度来到这个舞台之上。此外呢，他也是这八位的新生歌手当中几乎少部分并非是专业院校出身的业余歌手。冯提莫的声线比较尖和细，更加偏向于唱一些甜美系的歌曲。邓紫棋，她被称之为铁肺歌后，能够精准的找到歌曲当中最能够触动人心的点，并且通过控制声音把这种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她的声音偏向于深沉浑厚，有力量感，用真诚取代了技巧来打动观众的心。大家听她唱歌呢，就像是好像听一个反转多次的故事。02，邓紫棋火速出圈，实力未来可期。在今年的八位新生代歌手当中，邓紫棋无论是从资历还是年龄来看呢，都不占优势，但是她带给大家的经验却不比别人少。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她上次和容祖儿合作的《母系社会》。其实在新生代歌手当中，邓紫棋入选是最不容得怀疑的，她之前就有着非常丰厚的舞台经验，连开了多场个人演唱会，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以一首《泡沫》出圈。邓紫棋从盲选阶段的孤独，到之后与前浪合作演唱的Can't Help Feeling in Love， 完全征服了曾经质疑过他的人，整个过程呢几乎是没有一点瑕疵。03，冯提莫和王源差评最多，王源最让人意外。就前三期而言，相比于谢琳娜依高和邓紫棋的稳定发挥，更甚至是超常发挥，冯提莫和王源呢就让人有一点点的失望了。冯提莫此前和实力派唱将钟镇涛合作，他本身唱歌的确很好听，但并没有将自我融入到歌曲当中，大家纷纷吐槽像是在听人工智能唱歌一样，没有感情，声音苍白，没有内容，根本就无法打动人。不仅如此，王源这次发挥失常更是让大家意外。此前他和陈小春合作了歌曲《红豆》，可就连没有进行过专业音乐学习的路人都感受到了王源的气息问题非常严重，咬字呢也不清楚，如果不仔细听的话根本就听不清他到底在唱什么。除此之外呢，两个人的声线反差太大了，默契度明显不高，王源的歌声也无法撑得起这首寓意深刻的歌曲。总而言之，几位新生歌手都有不足之处，但是相比较而言的话，王源和冯提莫的不足更为突出，所以他们的差评也明显盖过于其他六位。个人觉得一直被大家看好的王源此番获得如此多的差评，着实是让人意外的。最后呢，也希望王源能够用实力证明自己，努力将差评变成好评吧。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出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